首局比赛，双方就互不相让。在七平之后，许昕、刘诗雯展现出了更加丰富的战术配合，11-8先拔头筹。第二局，新闻组合火热的状态仍然在延续，开局呢就打出了6-1的小高潮，11-5新闻组合再下一城。此次全运会虽然王曼昱和曹薇是第一次配对，但是两个人在节奏上非常适配。第三局，小将曹薇打得更加的果断，曼昱组合以11-3扳回一局。第四局比赛依然激烈，在双方战至8-8时，王曼昱的右膝出现了问题。好在问题不大，经过治疗之后，王曼昱也重新回到了赛场上。但是伤病还是影响到了她的移动，曼昱组合以10-12丢掉了第四局。虽然曼昱组合顽强地拿下了第五局，但是许昕、刘诗雯在实力上还是更胜一筹。最终，许昕、刘诗雯大比分4-2战胜对手，夺得了乒乓球混双金牌。接着我们两个人也是拼尽了全力，对手能够走到决赛，确实有很强的这个综合的实力，不光是两个人的打法的一些体系，包括纠缠，然后到中远台相持的能力，都是给我们造成了很多的这个威胁。对手确实也很顽强，最后也是一分一分跟我们的去咬，也给我们造成很大的困难。尤其最后我们大比分领先以后，对方的男孩也是拼得很凶，我就一直战术，他们一直在想各种办法跟我们去周旋嘛。然后我觉得也是给我们造成一定的困难吧，然后也希望曼昱那个不影响明天的比赛吧。